业务，然后晚上读书，然后假日去摆摊。肾结石童年苦过来，饿肚子，到处摆摊。网红肾结石从百万订阅的 YouTuber 跨界发专辑，人气旺到不行。但其实小时候家境不好，也是苦过来的。讲那个点心费嘛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找不太出来。幼稚园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在那边吃点心，我就在那边罚站，我只能罚站看别人吃，多少还是有点自卑吧，会觉得说哦，自己好像不如别人，就是可以去毕业旅行或什么。是你们家烧掉还是别家？正确讲是楼下烧掉，然后所以说我们是浓烟被呛到的那一家。我只知道后来我们就住比之前再更破，再更破的方，志光商职斜后方就会有一个那个瓦窑沟，就是那种臭水沟的旁边这样子。那你们是卖的恶臭？嗯。是，因为我们家卖的是烤肉，我们只能够在家里面帮忙去备料、批货啊、搬东西，然后洗碗啊。那你会就是拿着功课到那种摊贩，那种拿着小锅在那边耍？哎，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就是那种生活。高中毕业那时候是白天去跑业务，然后晚上读书，然后假日去摆摊。那个儿童刊物，与其就是对于自己的童年怨天尤人，还不如就是好好的感谢吧。对对对，国中明明大家可能还在谈恋爱，还在玩，就是妈妈20块的时候，拜托。对啊，我也有谈恋爱，我不是阿凯。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只有一段感情而已，就是我老婆没有，没有其他的了。讲这话谁信？嗯，我老婆信。所以你是有点被强迫长大。一定要被强迫长大。前阵子有蛮哀怨的，玩 game 之前，然后跟到玩 game 的时候，是因为玩 game 的其他人太有钱，太有钱。没有没有，就是应该说有意会到每个人生长环境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我是里面最穷的。对对，我承认了，好不好？不一样。对，但对，是换到哦，对，所以现在大家出来创业，只有我一个人拿钱是有问题的吗？哦，这所以我不合理。OK 啊。开始经营自己的频道，肾结石人气水涨船高，批评声浪也不少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记得我是没有在删留言的。对，但是。这误会就大，他们有时候打的一些东西被系统被列为废话，他在下次再回来看的时候，他发现找不到自己的留言，他就觉得你真的脑掉哎、欸！我给你建议，我是你粉丝哎、欸，我给你建议，我不是赞你哎、欸，我没有在骂你哎、欸，但是你把我留言删掉，大家就觉得说哦，等下肾结石就是玻璃心爱删留言或什么的，对，但。就有时候骂我老婆，就说、欸、老婆好丑什么的，什么又女性的嘛，反正就有很多侮辱性的字眼嘛。那这种我觉得删掉，因为我老婆看了会不高兴啊。